想象一张伟大的照片，对，完美的那一张，一切都是光与影的创造。回到1839年，现代摄影在光影中横空出世。100年后，哈苏带来第一款 HK7 相机，重新定义摄影。不，我做不出一样的，但我能做一台更好的。二战期间，瑞典空军要求相机专家维克多·哈苏仿制一台德国军用相机时，他笃定地回答：自此，人类登月的第一个脚印，不同凡响的科技先驱和传奇名人的经典时刻，都被哈苏相机一一记录。还有国民级 App 移动界面的蓝色弹珠，同样出自哈苏之手，直到2017年才被换成国产地球。登月或是摇滚，哈苏为人类留下无数个伟大时刻。人人手中一小步，就是摄影的一大步。现在，一加携手哈苏，用影像看见故事，将记录的伟大使命交付我们每个人的手中。